2年，不需要10年，也不是过渡。我相信我们2年后能夺回四位司令杯。他蔡大炮，真他妈能吹！你就随便这么几个残兵败将啊？伤的伤，先走人带一旦断了，以后就废了。瞎的瞎，左眼一千，右眼1200，小的小。我说乖乖。 这就是国家队，老的老。明天到一队报道。哪有教练愿意带我单打呀？我够格吗？我觉得挺好。一帮小猫王正好找个大猫王来带。没我，你拿什么打欧洲？我想反驳给你，凭什么爷爷都受伤罪？当垫脚石的被打，有意义吗？ 真是太不懂事儿！你说你陪他们的时间比陪你儿子还多。二人女队都怎么练？加速！加油，王道！那也最难的咋样？他们也许练过1000次，但咱们练过10000次。我就别害怕了。你们来吧。爸爸，爸爸。 从现在起，本届国家队就地解散。哥的保供可以亏，高层的共识是，过去2年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。蔡大炮，是怎么胡扯的？您承诺2年拿下4位司令杯，现在您该何去何从呢？ 咱们这代人啊，注定是炮灰。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对球队的管理问题？临阵换将，兵家大忌，太草率了。对有人投诉你用人问题那事儿有什么回应吗？历次比赛，主力是怎么确定的？出国比赛的名单有没有公示？不会是您赛前计划的没有吧？ 只要乒乓整盘棋能盘活，哪个则都不重要。Showing weak Chinese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is sport. 中国乒乓还能打败欧洲吗？中国球员还能战胜瓦尔德内尔吗？中国队还能登上世界的巅峰吗？你们相信吗？ 怎么都让我再拼一次。 The Chinese have lost a close victory. How many years do they have to wait? 我辞职，我不干了。要走赶紧的，干嘛在这儿浪费生命？咱们这代人啊，注定是炮灰。蔡指导，你们真相信我们能赢吗？Chinesische Spieler besitzen Größe und Kraft, und sie sind für diesen Sport nicht mehr geeignet. 妈呀，都以为我在这里干一回呀？其实我爷爷都受过罪。 中国队还能登上世界巅峰吗？你们相信吗？你上任的时候那话说的多好，相信决定一切。对公开举报您用人问题那事儿，有什么回应吗？没人相信我，也没有人相信你们。 但是我信，你都攻读，别背背，死也死在近台。胡椒伞，赢。出来！加油！其实我们这代人一直在等今天这个机会。就能让我再拼一次，让他们看看，今天我只要赢。